太过分了了。所以都完全没有跟你们住户沟通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沟通。原来刘姓地主去年七月没有经过申请就大肆开挖，严重破坏水土保持。哎嘿哈嘎音，但我不会讲客家话，甚至听不懂。这样的现象越来越多，客家大县新竹县也不例外。祝你起码哦哈萨，应该唔系你咯，你咪咪该起业到位，你唔住位，